或是这生活方面消息提醒乡亲爱注意，咱在用这手机啊，真正是真离便。啊，不过用手机啊开讲爱注意家己的这姿势哦。这高雄有一对这少年的男女朋友，因为哈一直在讲电话啊，啊拢用讲这姿势讲手机啊，准啊好这手的神经受损害。去看医生了，才知影讲吼，这都是新的文明病，手机啊手。走到地都可以看到民众在讲手机，有手机随时要联络事情很方便，但是高雄有一对少年的情人透过手机每天前微迷迷一到两点钟，继续三个月，最近手开始出现会酸会麻的镜头，连拆开手掌都会感觉会痛。我们这个案例它是照起来都正常，也没有外翻也没有内翻，然后也没有这个神经掉出来那个现象，那可是后来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它是弯曲的时间太久。原来是讲手机的时阵，手弯翘，同一个姿势维持伤久，压迫到视神经，出现着隧道症候群。医生表示，情况严重的时阵，可能会引起神经传导出现变化，以及肌肉萎缩，需要开刀治疗。麻木，这是麻木。然后，严重的话是肌肉萎缩。这个手掌里面这个小肌肉，而且是这个，然后没有办法这样打开夹起夹。医师呼吁，如果需要长时间的通话，会使改用扩音，也是戴耳机，避免手持，就使预防手指阻。记者尤庆如、陈兴坤高雄报道。